老头在水，当然是个越军了。前几天不是跟滇军打吗？现在怎么又跟越军干上了？那谁知道？让打就打呗！你废话先多，注意命！没事吧？没事。为什么打越军啊？因为前些天滇桂两军交火，被越军入桂创造了契机，明白了吧？原来是陈九明趁火打劫啊！对方火力太猛了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再啰嗦！我就地正法。炮弹不多了，运输队伍遭到袭击，卡在路上，再坚持。再等敌人就冲过来了，我带人去了。明瑞、左翼、孔爷，主快往这儿躺，跟我走。干啥去？去吃大闸蟹。 扔多少炮弹？三枚，三枚，各扔一枚。全部装上，火力掩护。快，站！梁瑞，孔爷，王二堂，孔爷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 给我顶住！